股票的股价受到多方因素的影响，在股票回购期间，股票股价不上涨可能是因为大盘整体行情差，大部分股票涨势都不好，也可能是因为这只股票的本身价值就不高，不被投资者们看好。股票回购指的就是企业将已经发行出售了的股票再重新买回来，买回来的股票企业可以选择将其注销，或者当作私藏股保留起来，不再属于发行在外的股票，且不参与每股收益的计算和分配。